咁而家咧就我哋装呢个2.5米×2.5米嘅方形嘅罗马山。 咁加埋呢個 lock 咧，基本上咧就裝好啦。咁呢一支手鐲係點用嘅呢？其實就 lock 上去嘅呢支手鐲 ，lock 上去。咁我哋又要收佢。OK， 嗱，呢個方向咧就係打開呢支傘，呢一把咧就係2米半×2米半正方形嘅羅馬傘。 咁佢有唔同角度嘅，嗱佢可以咁样校呢个角度，嗱呢个咧系最高噶啦，呢个位咧大概系1米9，咁 OK 啦，呢个罗马山可以转方向，嗱踩住下边呢度咯，嗰个脚掣。 OK， 嗱呢个脚掣踩住。